Hello， 大家好，我是文翰。像今天呢，我想要介绍一个位于班达杜后新安平兰江的 corner and lot 的一间 freehold 排屋，这样我带大家去看看呢。像这间屋子呢，它的 land area 是十一百大的，差不多接近3000 square feet， 然后 build up 有2200 square feet， 总共有五间房，三间厕所，这样我带大家去看看一下。就它的客厅呢，有两个 entrance， 我们现在在的是 side entrance，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main entrance。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 area 是蛮宽松一家的，然后 ceiling 它也差不多有10尺高，还蛮适合多人居住的，就很像说 maybe 你的家人有6-7个人啊，其实是适合 best。好，我带大家去看看后面跟厨房。这样你可以看到呢，现在的 owner 他其实是有准备一个圆桌 for 他的 dining table 的，你可以看到。这个 dining table 就是适合我们中华人的那种中式餐厅哦，煮蛮多菜都可以 serve 到来6-7个人不是问题。然后这边有一间小房间，OK。然后这间屋子的 kitchen 呢，它其实是有 extend 过出去的。来，我 show 大家在哪里。将这个 area 可以做一个 dry kitchen 来切菜啊，做 preparation work。然后它的 wet kitchen 在后面这边后面的。你可以拿来炒啊、煮啊，一大堆的那种 heavy cook 咯。像这个 original 呢，它是到这个 area 罢了的，他们在 extend 出去了。然后我们去看第五家这个房间。现在屋主现在呢是他拿来做 store room 的，其实里面的空间是可以住到一个人的，可以摆个 single bed 跟一个 cupboard 不是问题。好了，现在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楼上的房间，上面通常就只有房间而已，有一个小小的living area， 然后剩下的都是房间跟厕所。可以来到我们的二楼间呢，有一个比较不错的 common space， 可以给你来放东西，还是说放个 sofa 可以看看风景，因为外面都是草场，其实还蛮美的。然后这个房间跟这个房间，他们两个是 share 一个 toilet 的。我们来介绍一下 master bedroom。 所以你看到这个 master bedroom 呢，它放了一个 queen size bed 过后，还有一大堆 cupboard 之后，它还有很大的空间，你可以拿来这个 balcony， 你可以看出去外面的 view， 然后还有一个 attached bathroom 在旁边。这个就是我们的 main car porch， 它可以放差不多4辆车都不是问题。然后这个 area 呢是属于班达杜后新安嘛，所以 maturity 来讲的话是一个成熟的地区，学校附近也有 restaurant 也有医院也有，然后要去到松安龙只是需要花到10-15分钟，然后 shopping center 也可以去到巴拉宫，还有 C180 也是蛮方便的，这样出去 KL 的话呢也是差不多整15分钟的车程。这样基本呢，我们的房子就介绍到这里。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联络我。我是文翰 ，PropNext Realty 的，我的 contact number 是 014-3238-339。拜拜。